八去见财力世界。我是谢家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祖雄。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张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徐嘉玲。嗨，我叫丽雪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汉妮，汉妮布布。马来西亚，我的最爱。台湾去的地方都是我的最爱。西北一定能拍到最美、最漂亮的海景。哦、有看到中国才会看得到金沙。金沙。哦。在台湾的野生的金沙。西北真的太棒了，真的是潜水天堂。西北。我们终于要出发去见识这个刁曼岛的海底世界。哇！哎、欸，有红鱼。彩色的红鱼。一开始我看到那一大群黄色的鱼，就是我们在那个鱼球里面。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他们好像科幻的场景。看到野生的鲨鱼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，大概有两三只。有一只还蛮大的。看到鲨鱼。这边是我第一次来的地方，有一个挑战我要申请。哇，这个海龟蛮大的，看起来它像肚子饿在找东西吃。哇，我觉得这边很像在开一个花季一样，这样像花季。这个是享誉国际的一个天空之镜，马来西亚这边也有，这是呱啦全台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。而且我看它应该是CP值最高的。Oh my god！ 太棒了！它有700多年的历史。哦。这个就是跟我那个嘉里沙巴有个叫黄酒味道一模一样。哦。所以吃了就感觉很像这样。很香，虾子的香味。来来来，一整片给你。嗯。很香很香。哇。舒爽啊。对啊。这个福州在地的早餐，吃起来就是精神满满。是不是看似平凡朴实的一个渔村，没想到菜是这么浮夸。那个触感，哇天哪，那个触感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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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天空密密麻麻，全部是老鹰耶！你看上面一点，上面的是老鹰，海鸥跟老鹰成植物。哎，政府冲下来了，你看，两只。哎呀呀！你看，你看，正前方那里浮出来的，有看到吗？我手指的那个方向，有出来了，有在动向，两只。哦，是蜥蜴，是蜥蜴。在那里，在那里。我看到，就在那里。就在那里。太好，靠近！这里，哦，好近，好近！要历史有历史，要故事有故事，要生态又有生态。哎，鱼出放出来了！啊，出来了，我们来看看。蓝鱼转，好幸福啊！这个真的是世界级的景观。把台湾跟马来西亚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。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成功！